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铁定发大财。从10月4日、6日和7日开始，五大生肖将经历一段意想不到的财富增长期。据风水学说，这几天的五行能量变化将为我们带来双重的财运，无论是稳定的收入还是意外的惊喜。特别是对于家中拥有这五大生肖之一的人来说，这将是一个庆祝的时刻。因为在这几天，财富之门将为他们敞开，他们的经济状况将有可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所以，如果你家中有这些生肖之一，那么恭喜你，你可能即将迎来一段富裕的生活。这是一个关于时运和机遇的故事，提醒我们要保持乐观，抓住每一个可能带来好运的机会。生肖虎。生肖虎的人士以其独特的气场和领导魅力，总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。你们天生就是领袖人物，热衷于迎接各种挑战和冒险。特别是从10月4日、6日和7日起，你们的财运将会有一个巨大的飞跃，尤其是在意外之财方面。在这个时期，无论是投资还是日常生活，你们都有可能获得超乎想象的财富，这可能是改变命运的大好机会。在这关键时刻，生肖虎的人的勇敢和决断力将是把握财富的重要因素。无论是意外的抽奖，还是朋友推荐的项目，你们都能凭借敏锐的直觉捕捉到财富的信号。同时，在职业道路上，你们也将面临新的突破，领导层可能会赋予你们更重要的任务，这不仅是对你们能力的认可，也意味着更多的财务收入，使你们的财富稳步增长。对于那些喜欢冒险的生肖虎人来说，探索新的投资机会或新兴行业也可能带来意外的收益。总的来说，10月4日、6日和7日之后，生肖虎的运势将全面上升，财富将不请自来。只要你们敢于挑战，财富的增长就在眼前。生肖猴。生肖猴的朋友们，你们的智慧和敏捷是你们的标志。在社交活动中，你们总能游刃有余，巧妙地运用各种信息和资源。从10月4日、6日和7日开始，你们的财运将会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提升，特别是在意外收入方面，你们将会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赚钱的新途径。在这几天，可能会有意外的机会让你们获得一笔意外之财。比如一次意外的投资突然带来了丰厚的利润，或是一个被忽略的项目突然显现出其价值。你们的敏锐感知能让你们迅速把握住这些机会，并巧妙地将其转换为收益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与人沟通的能力也显得尤为关键。通过合作或共享资源，你们可以找到更多增加财富的机会。但请记住，虽然财运来得快，也可能去得快，务必要谨慎管理，抓住每一个持续增长的机会。生肖龙，气势磅礴，正财横财双丰收。生肖龙的朋友们，你们的财运如同春风得意，正财与偏财双线并进。被誉为财富与力量的化身，生肖龙的你们将在10月的特定日子，4号、6号、7号迎来一波财运高潮。在这几天里，不仅稳定的收入会有所增长，意外之财也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。对于那些职场稳固的生肖龙而言，可能会有意外之喜，如额外的奖金、红利或是上级的特别认可，晋升加薪的机遇也将随之而来。工作之外，生活中也会充满惊喜，或许会有出乎意料的财务收益，或是朋友赠送的礼物出人意料的珍贵。这些惊喜将让你们感受到财富的喜悦。对于那些善于投资的生肖龙，你们的投资项目可能会迎来快速的回报，尤其是那些高风险但回报丰厚的投资。总而言之，10月4号、6号、7号之后，你们的财运将如日中天，正财与偏财齐头并进，
无论是在职场还是日常生活中，都将迎来一波又一波的财富涌入，真正实现财源滚滚。生肖鸡，精打细算，横财不请自来。生肖鸡的人聪明伶俐，理财有道。他们不仅擅长财务管理，还拥有出色的组织和规划技能。特别是在十月的第一周，生肖鸡的人将迎来财运高涨的时期。在这几天里，可能会有意外之财降临，这可能源于投资的丰厚回报，或是朋友推荐的项目带来的意外利润。在此期间，留意那些小机遇，尤其是那些表面不显眼的合作关系，他们可能在关键时刻为你带来财富的飞跃。对于那些怀揣创业梦想的人来说，现在是尝试新事物的好时机，无论是兼职还是在主业中的扩展，都有望获得丰厚的回报。然而，在财运亨通的同时，也要保持理财的谨慎，避免因过分乐观而轻视潜在的财务风险。只要你能保持头脑清醒和稳健的态度，你的财富就会在十月的第一周后稳定增长。生肖蛇，智慧过人，财富转机在即。生肖蛇的人士以其卓越的智慧和财富管理能力而闻名。在财务策划方面，你们总能展现非凡的预见性和策略。特别是在十月四日、六日和七日，生肖蛇的财运将迎来跃升的契机。在这关键时期，你们将因明智的选择而收获意外的财富增长。无论是在职业道路上还是个人投资领域，生肖蛇的人都有机会获得可观的经济收益。你们或许能洞察到某个项目的潜力，并迅速投资，这样的行动力将带来可观的回报。此外，在这段时间里，你们的人际关系也将变得更为融洽，朋友或同事可能会提供有利的合作机会，这些都可能成为促进财富增长的关键因素。综上所述，从十月四日起，只要你们保持耐心和应变能力，就有望在财务上实现突破，意外之财将不期而至。命理和生肖运势虽然对财运有一定影响，但个人的努力和把握机会的能力同样不可或缺。十月四日、六日和七日，这些日子将为特定的生肖带来前所未有的财富机遇。无论是稳定增长的正财，还是意外的横财，只要妥善规划和利用，这些日子的财运都能带来生活的巨大转变。把握住这一机遇，财富将源源不断地涌来。而且，随着十月的到来，宇宙能量的汇聚将为某些生肖带来特殊的财运。在这个月份，这些生肖将迎来转折点，出现意外的财富机遇，不仅仅是职场上的努力，也可能是意外的奖金或收入，让他们享受到财富的滋润。头奖运的频繁降临，令人充满期待。生肖鼠，生肖属鼠的朋友们，十月份对你们来说是个充满机遇的月份，尤其在经济方面，你们可能会遇到一些令人惊喜的好运气。鼠年出生的人往往反应敏捷，擅长捕捉时机，这个月你们在投资领域可能会发现一些高收益的机会。无论是投资新兴市场，还是把握市场趋势的正确时机，都有可能为你们带来财富的快速增长。同时，对于那些热衷于彩票的人来说，这个月的星象预示着中奖的可能性。属鼠的你们不妨尝试投注一些大奖彩票，可能会有意外之财降临。然而，即使运气看似不错，也应保持冷静，避免过度投资影响到日常生活。在职场上，属鼠的你们的智慧和才能将使你们在团队中显得格外突出，赢得领导的赞扬和同事的信任。在这个月，你们可以寻找新的合作伙伴，或是提出创新的建议，这不仅能够提升工作表现，还有机会获得额外的奖金，从而进一步改善你们的财务状况。
生肖马。在十月，生肖马的朋友们似乎特别受到星辰的眷顾，财运上升，尤其在意外之财方面表现突出。这一时期，您可能会遇到不期而至的投资良机，或是收获意外之财，例如在工作中获得额外的奖励，或是就项目带来的意外收益。重要的是要保持心态开放，积极寻求机遇。生肖马的人天生乐观，擅长交际，在这个幸运的时刻，您应该利用这些优势拓宽社交圈，积极参与各种社交场合，这样可能会结识到能带来财富机遇的新朋友。在某次聚会中，您可能会发现一个有潜力的投资项目，或是被推荐一个优质的理财产品。对于那些正在投资或创业的马朋友来说，现在是一个大展宏图的好时机，您手头的项目可能开始盈利，甚至有可能在短期内迅速增长您的财富。不要忘记持续关注市场趋势，并且利用您的人际网络寻找更多的投资机会。生肖鸡。对于属鸡的朋友们，今年十月之前，你们的财运如同晨曦中的第一缕阳光，渐渐升起，预示着即将到来的丰收季节。属鸡的人天生具有敏感的洞察力和强烈的直觉，这使得你们在决策的关键时刻能够洞悉先机。在这个吉祥的时期，不妨尝试投注彩票，因为星象显示，你们正处于一个潜在的幸运周期。这样的尝试不仅可能为你们带来意外的财富，还能为日常生活增加一份乐趣。在日常理财方面，属鸡的人也将遇到不少良机，例如有望发现一些有吸引力的理财产品或投资方案，他们将为你们带来稳健的回报。现在是一个理想的时机，去重新评估和规划你们的财务布局，寻找那些更符合个人需求的投资路径，以此来不断积累财富。在职场上，属鸡的人的组织才能将得到充分展现，通过明确的工作策略和目标设定，你们将能够高效完成任务，赢得领导的认可和同事的支持。同时，和谐的人际关系也将为你们的职业生涯铺平道路，助力你们在未来的发展中一帆风顺。生肖龙。对于十月份的生肖龙来说，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机遇的月份。在财务方面，生肖龙的人将会经历显著的增长，特别是那些愿意冒险的人，可能会在市场上发现一些有利可图的机会。无论是投资股票还是其他领域，凭借敏锐的直觉和果断的决策，生肖龙的人有望获得丰厚的回报。职场上，生肖龙的领导才能和创新精神将会得到同事和上级的认可，这不仅为他们的职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，也为未来可能的晋升开辟了道路。生肖龙的人应当把握这个时机，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和方案，积极地参与团队合作，这将有助于展现他们的才能，并赢得周围人的支持和信任。在社交层面，生肖龙的人将会在与朋友的互动中感受到快乐，他们的交际技巧将得到提升，有机会结交到新的朋友，这些新的联系可能会成为将来合作的重要伙伴。这些积极的人际关系将为生肖龙的人带来更多的资源和支持，助力他们在职业道路上更进一步。总的来说，十月对生肖龙而言，是一个在各个方面都有可能取得进展的宝贵时期。生肖猪。十月份，属猪的朋友们将迎来一个稳步上升的运势，尤其在职业和生活领域有望获得显著提升。在这个月份，你们可以集中精力在职业成长上，把握机会提高个人技能。这样不仅能在职场上提升竞争力，也为将来的经济增长奠定坚实基础。同时，考虑开展副业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，它可能会为你们带来额外的收入。
这个时期，你们的创意和专长有可能转变为盈利的途径，而坚持和努力将是成功的钥匙。社交上，属猪的人因其天生的亲和力而广受欢迎。积极参与社交活动，拓宽人际网络，将对未来的发展大有裨益。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月份，享受生活的同时，也会感受到来自他人的支持与关怀。不要错过这个充满机遇的十月，每个人都有实现梦想的潜力，只要把握时机，发挥优势，就能在财富之路上稳步前进。相信自己，勇往直前，让努力与运气同行，开创属于你的繁荣生活。在这金秋十月，愿您的每一天都如数钱般充满快乐与成就感。感激您收看并支持我们的节目。若您对我们的内容感兴趣，请不吝点赞和关注，在评论区分享您的生肖和一句祝福语，好运和财富之神定将伴您左右，让您的生活顺心如意。